法呢，就是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加副座，就是或者是半加副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椅，就是坐灯椅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啊。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站，就是或者说是竖站。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拇呢支持臂间。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披露气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拳，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术意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啊，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臂孔当中的出三次勾气，对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手都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其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心法，还有这个延期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哈哈恰啊啊哦哦哦热热乐乐一一哦哦啊嘎坎嘎坎啊咋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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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哈哈恰我们也大妈也得咋爸爸也等得看大坦嘎多还要安得等看咋有那罗达要把的妈呀妈那说哈Om ye dama he da jabba wa he tan te khen ta thang ga to haya an de ten khen za yo nuru da yon ba da ma kya ma na so ha Om ye dama he da jabba wa he tan te khen ta thang ga to haya an de ten khen za yo nuru da yon ba da ma kya ma na so ha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当街就当爸爸给灯啦他当着这给别家生的咱们给你是咱们该搞阿姨咱们阿姨咱们看住做那么的大当着这给别家生的大当大姨生的咱们阿姨你上街用罢了用不了西方大姨的像这么的生街头大当大姨生的咱们阿姨你上街用罢了用不了西方大姨的像这么的生街头大当大姨生的咱们阿姨你上街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念华上面呢，就是这个狮子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啊，就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心里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你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消息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啊，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面前跟词，然后对继承那个音来嘛，你没本作家老所长的公爵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面前跟词，然后对继承那个音来嘛，你没本作家老所长的。公爵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面前跟词，然后对继承那个音来嘛，你没本作家老所长的。公爵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面前跟词，然后对继承那个音来嘛，你没本作家老所长的。公爵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面前跟词，然后对继承那个音来嘛，你没本作家老所长的。公爵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面前跟词，然后对继承那个音来嘛，你没本作家老所长的。公爵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面前跟词，然后对继承那个音来嘛，你没本作家老所长的。公爵多半破了心机了。念完那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也不呢就是迎接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观四望不定而虚无常，这个我们要观想的时候呢应该这样想，我们实践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宿命呢就是其实是真正从他的本质上这个观察的话呢这个宿命是没有这个真假的，比如说一个人让活50岁，那么这个50岁呢就是一天一天的开始这个见啊，这个见就是然后一天的这个增加的机会也是没有的，那只不过我们众生比较这个愚痴，就是根本就是自己的不懂，然后过了一天你的宿命当中就是减少了一天，然后过了这个一个小时呢也减少了一个小时，一分一秒的就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宿命呢就是渐渐的就没有了啊，就所以我们平时这个人们认为是啊，就今年有开始过年了就很高兴了，就是大家都是应该欢聚一堂，其实
不应该换句，因为你接近死亡就是就已经就过了一年了啊，就很害怕的。比如说判死刑的话呢，那么就是如果就是给你已经这个下了文件，你比如说我今天是那个就是47岁的话呢，啊，别人说是你或者50岁或者是60岁的时候要这个判死刑的话呢，我就可能过了一年就心里面，哎呦，就越来越近了，就是很害怕。你看现在只有，但是我们众生很愚痴，就《妙法莲华经》里面说的，就外面的这个房子呢，就是全部都已经起火了，可是里面呢有很多愚痴的孩童呢，都还在这个玩耍，就是活得很开心，就是就根本不知道，一瞬间就马上就完蛋了，就是不知道这样的。所以我们众生的这个寿命呢，就是有这个见无准的，然后呢一刹那一刹那的是这个接近这个死亡啊，就是接近这个死亡，就像是那个花树呢，就是吃那个就是可大的这个草生的话呢，就是那么它不断的吃的话呢，就总有一天或者很短暂的时间当中呢，这个草生呢就是会断掉的，就像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宿命呢，一天过了以后呢，就是一天都就开始灭尽了，可是人们都不知道，好像自己的是真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活好几千年一样的这种大算计。不管是他修房子也好，他未来的这个大算呢很可怕的。甘丹牌的好多高僧大德也说是，只要是修无常观不好的人呢，修行绝对不好的，就是这个原因就在这里。因此我们呢应该就是想到，就是死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现在也是根本就是找不到的。死的时候的因缘呢，你当时是这个出车祸而死呢，还是感冒而死呢，拉肚子而死呢，什么样的这个因缘而死呢，就都不知道，就是应该这样的。但是决定会死的，就死的时间也是很快的。所以我们这个道理呢，就是反反复复的时候，最后呢就自己也感觉得到啊，就是现在一定要赶快这个修行啊，赶快不修行的话呢，我这个人生是很短暂的，这不是什么口头上所说的那样。所以以前的这个一些这个藏传佛教也汉传佛教也很多大的是把这个无常这个修得很好，无常修得很好的话呢，你每天都是不会懈怠的啊，不像我们一样的，就是有些人只是一直这个睡觉，今天也是就是散乱啊，就不会这样的，就是不会这样的。所以一定要就是观想，就是心里面就是产生无常的这个观念，尤其是这个四季不定和这个四时决定这样的道理，要在心里面就是反反复复的思维。好，
观四王不定而虚无常。所以我们要观想的时候呢，应该这样想，我们实践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宿命呢，就是其实是真正从他的本质上这个观察的话呢，这个宿命是没有这个真假的，就比如说一个人然后五十岁，那么这个五十岁呢，就是一天一天的开始这个见啊，就是见，就是然后一天的这种这个真假的机会也是没有的，那只不过我们众生比较这个愚痴，就是根本就是自己的不懂，然后过了一天，你的宿命当中就是减少了一天，然后过了这个一个小时呢，也减少了一个小时，一分一秒的就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宿命呢，就是渐渐的就没有了啊，就所以我们平时这个人们认为是啊，就今年有开始过年了，就很高兴了，就是大家都是应该欢聚一堂，其实不应该欢聚，因为你接近死亡就是就已经就过了一年了啊，就很害怕的。比如说判死刑的话呢，那么就是如果就是给你已经这个下了文件，你比如说我今天是那个就是47岁的话呢，啊，别人说是你活在50岁或者是60岁的时候要这个判死刑的话呢，我就可能过了一年就心里面，哎呦，就越来越近了，就是很害怕。你看现在只有，但是我们众生很愚痴，就《妙法莲华经》里面说的，就外面的这个房子呢，就是全部都已经起火了，可是里面呢有很多愚痴的孩童呢，都还在这个玩耍，就是活得很开心，就根本不知道，一瞬间就马上就完蛋了，就是不知道这样的。所以我们众生的这个宿命呢，就是有这个见无准的，然后呢一刹那一刹那的是这个接近这个死亡啊，就是接近这个死亡，就像是那个花树呢，就是吃那个就是可大的这个草生的话呢，就是那么它不断的吃的话呢，就总有一天或者很短暂的时间当中呢，这个超生呢就是会断掉的，就像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宿命呢，一天过了以后呢，就是一天都就开始灭尽了。可是人们都不知道，好像自己的是真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活好几千年一样的这种大算计。不管是他修房子也，他未来的这个大算呢，很可怕的。甘丹牌的好多高僧达的也说是，只要是修无常观不好的人呢，修行绝对不好的，就是这个原因就在这里。因此我们呢应该就是想到，就是死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现在也是根本就是找不到的。死的时候的因缘呢，你当时是这个出车祸而死呢，还是感冒而死呢，拉肚子而死呢，什么样的这个因缘而死呢，就都不知道，就是应该这样的。但是决定会死的，就死的时间也是很快的。所以我们这个道理呢，就是反反复复的时候，最后呢就自己也感觉得到啊，就是现在一定要赶快这个修行啊，赶快不修行的话呢，我这个人生是很短暂的，这不是什么口头上说的那样。所以以前的这个一些这个藏传佛教也汉传佛教也很多大德把这个无常这个修得很好，无常修得很好的话呢，你每天都是不会懈怠的啊，不像我们一样的，就是有些人只是一直这个睡觉，今天也是就是三轮呢，就不会这样的，就是不会这样的。所以一定要就是观想，就是心里面就是产生一个无常的这个观念，尤其是这个四季不定和这个四时决定这样的道理，要在心里面就是反反复复的思维。好，
Om Bandarangara Banasadardha.